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国仔的 DB 啊。今天有位粉丝是找到了我，然后提出了一个小的要求，希望我们帮助他一下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毕哥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就是我有一个女朋友，我们俩谈了7、8年了，就是从前几年开始，她突然有一个想当明星的梦，就是想做演员，就是经常出去跟剧组跑一些群演什么的。关键她也出不来呀，就是也不赚钱，最近要结婚了吧，我感觉这个压力特别大，就是。而且她最近又去跑去做这个网络女主播，就是跟一些陌生的男粉丝就是特别的亲密。我想请 B 哥帮我一个忙，就是能想一个办法让她这个认清现实，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来。毕竟我们这个要想结婚的嘛，行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边帮你小一个，想一个小的方法吧，然后希望能达成你的目的，好不好？先做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叫，今年26岁了。我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和影视相关的一些行业，演过不少的这个电视剧什么的。演过什么片子呀？片子挺多，但都不是一些那种太重要的角色。群演嘛，说白了就是，对吧？嗯。有什么才艺没有啊？我以前学过京剧。这个能唱一唱吗？可以。来。为救李郎离家远，谁料黄榜中状元。中状元中好，貌似官花好啊，好心悬呐。除了京剧还会什么呀？我也就是会唱一些流行歌曲什么的。来一个，导演说来一个，哪个比较拿手？唱一个比较热情点的行吗？热情点的。嗨歌吧！哎呀，可以，来嗨一个，嗨一下听听。梦成真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Day and night，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还不错啊，还可以再活力的啊，还不错。谢谢导演。但是现在会才艺的这个。人也很多，对吧？你也不算是最好的啊。我们今年会做这个一个系列的网大，网络电影，这个角色呢就是女一号，现在是吗？女一号。对，也不妨告诉你，现在过来这个竞争女一号的人也很多啊。我们这个戏呢会涉及到一些劲爆的点吧，比如说像全裸出镜，不知道你行不行啊？全裸出镜啊？对，全裸。不是，现在如果是我，如果是女一号的话，我可以有一些那个裸替，不是可以吗？就你现在要裸替啊？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现在像这样的一线演员，都不一定说有裸替就能裸替。你有啥名啊？你还没有裸替出名呢。你是他替你还是你替他呀？你还裸替？现在像这种戏，刚出道的演员全部是自己上。你要觉得能行，咱就继续往下谈；你要觉得不行的话，赶紧回家啊！能干点啥干点啥，只能说这个行业不适合你。不是导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问一问。我觉得，如果说单纯的仅仅是裸，我可以就是单纯裸一下的话，你确定你可以啊？我可以。除了裸戏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些激情戏，这个能不能接受？裸的激情戏吗？那穿着衣服那叫啥激情戏啊？那我都能演，那还要你们干啥呀？就是，当然我是很努力的。我如果说提出什么样的一些剧本，我吊威亚呀什么，或者下水呀什么的，不会的我也可以学。这样啊，你说那些呀，就是也不光你一个人说，每个人都说自己会努力，每个人都说自己会上进。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你付出多少也能得到多少回的这个回报。是，明白我这意思吧？明白。如果是电影需要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。态度有，但是想看到你的这个诚意啊。诚意，
我很有诚意，导演，我可以学嘛？你现在给我剧本，我都回去。我说的不是这个诚意，我再跟你明说了吧啊！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说开了，这个圈子也有很多自己的潜规则，都是这样的，角色就这么一个，想火的人很多啊，凭什么让你火呀？啊，你的诚意在哪儿了？导演现在是单身，如果你真是有诚意的话，我现在出去，你马上过来。让导演看到你的诚意，不是不会吧？导演年轻才俊，可能是单身。他单不单身还用你来告诉我啊？我在他身边还是你在他身边啊？我就感觉你其实真的不适合这个职业，你就赶紧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导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觉得行的话，你就过来，反正我觉得我话都已经说明白了。你现在如果要诚意的话，让我们看到，我现在就出去，你就过来，导演就在这儿，导演现在单身，让他看到你的诚意。能不能做到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可以跟导演就私聊一下。你确定你可以？我可以和导演就单独聊一下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出去，好不好，导演？然后让导演看到你的诚意啊，这个事儿对你很关键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出去。是吧？嗯。你也算是在这个圈里混了一段时间了。嗯，其实道理应该你都懂，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，是吧？抽根烟，好，给你点根。其实我也没有男朋友，我觉得。你也单身吗？对，我也算是单身吧。那这不就挺好吗？对。我觉得也是，挺闷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就是优点呀、啊，或者是别的，我觉得可以，咱们就细的一些。你在这干啥呢？你脱人衣服干什么？我们在这试戏，这是我们在这试戏，我们要演出要试戏呢。你他妈还骗我！他妈这些人都是我找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骗我！刚才你的死样我都看见了。我什么死样啊？我他妈就是太相信你了！来来来，快承认，你就是男的，你就是男的呀！我是演员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是演员，你的工作跟导演穿衣服吗？在说什么？都听不懂吗？怎么了？我演员怎么了？我演员还比你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直播几天，就是给你一个月两万多，我就太相信了。你们对我演了点什么？我给你带来什么？